嗱，咁啊正式开始啦。咁我哋今日咧系玩呢个多拉西亚战记啊。大家如果都系有玩嘅话咧，记得咧入一入呢、這个入我哋个 server 伊莱斯，咁就系04嘅系啦。本身就系一隻手提 game 啊，啲控制用电脑爽啲，咁咪转咯。得闲玩下电，一得闲用下电话，得闲用下电脑咯，冇乜所谓噶。嚟啦，图腾兽啊呢、這个。有冇望下商城？商城其实就系呢个位置咯，商城有啲抽蛋位嘅，咁但系我哋一阵间玩到先讲。有冇人都系玩紧伊莱斯04嘅？如果系嘅话咧，就可以入一入我哋嗰个旅团啦。咁呢度系强化系统，强化系统啊！咁好简单嘅啫，就系、是、有啲强化券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可以去强化啦。咁有个方便啲嘅就系多重强化啦，咁可以俾我哋一次过强上去咯。你睇下一次过 OK 搞掂晒，唔使咁烦。18+，点解系18+？好简单啦、啊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好玩啦、啊，真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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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咩、啊？游戏系有技能，咁个技能又系非常之多，你见到。咁我哋亦都当然啦，可以设定自动使用啦，咁样就系、是更加容易操控啦。哇，要买生命药水300支、哦，今次呢啲可以自动订购噶、哦，全部加100。咁呢度教我哋点样去使用啦，同埋调节翻嗰个嘅比例啦。咁呢啲调节系绝对帮我哋控制，咁所以药水嗰啲如果可以自动设定埋咧，咁就最方便啦。咁游戏仲有造型嘅，好多唔同造型啊，仲有系坐骑嘅，坐骑都好多嘢玩嘅，其实真系劲靓啲坐骑。呢只咩波拉西亚之星系啦，依家开咗呢一个嘅旅团啊，大家可以入嚟啦，系啦。咁我哋个旅团咧叫兄弟战民啊。在呢个伊莱斯4嘅 server， 我哋要研究先可以获得呢个解锁呢个图腾兽啊，直接解锁咗啦，制作只图腾兽嚟，可以自动做任务，系啊，游戏系可以自动做任务，又有佢自己挂机，除咗有佢自己挂机之外，你仲可以咧 set 低晒所有嘢，跟住离线佢又会自动挂机，你离线佢就自动挂机噶啦。任何时候都喺度玩紧嘅，其实只 game 有新技能啊呢度，大石佬长弓，长弓24咧应该就可以开多个新嘅形态转换。入到嚟呢个位置，我哋几恢复嗰啲位置咧。嗱，当我哋咧系多咗一啲叫做装备嘅话咧，一咧嗰啲咧我哋揿翻落去咧，佢会帮我哋加能力嘅。完成咗之后会加命中啊，加呢啲嘅能力啊等等啊，咁所以如果大家呢啲装多咗，可以去记忆恢复呢个位置呢，放返啲嘢入去加能力啦。成就方面嘅唔少得啦，我哋可以一路完成嗰啲嘅成就呢，就可以攞到大量嘅呢个金币啦、金钱啊。嗱，我哋依家呢就开第二个姿态管理啊，开第二个形态啊。呢隻游戏呢，系一共有你每个職業有三大形态嘅，咁用唔同嘅形态呢，就系、是、方便大家喺战场上面转换呢，針對唔同嘅打法。大家系咪都同 server 啊？女团有冇女？唔系嗰个女咯，旅游个女咯，暂时女团需要女。如果有玩，可以入埋我哋个女团咯。最大上限呢、這个好似好有用喎，但我觉得要大家一齐去帮我加速先得喎，好鬼慢，仲系哇！我神咗，我一个星期前下载咗啦，依家下载一定慢啦，个个都去下载，一样点解咁慢？系啦，其实依家就系个个都谂住玩只 game， 依家系好多人 download， 所以塞紧车。好啦，讲咗咁耐旅团，又讲翻技能方面啦，系啦。咁去到30嘅话呢，咁我哋係会有呢个三个形态添嘅。即使大家玩一个職業都有三种嘅享受。同埋呢隻 game 係有攻城战啊，同埋旅团係可以成团人出去一齐玩嘅。如果你冇 friend 一齐玩嘅话呢，就不妨入嚟。记得我哋嘅盟呢
啊、我哋呢个女团系叫做兄弟贱民，系啊，好兄弟，好兄弟专用。视觉方面，其实大家喺左边咧，你可以见到一般镜头同埋动作镜头。如果玩动作镜头，系会嗰、那个视觉系更加正。咦，我哋要去试黑剑、哦，黑剑就系会召唤咗啲嘢出嚟俾我哋打咯。战场亡灵打完应该就有奖励。好，我哋呢度要打埋呢个嘅灼热野兽，咁应该轻松啊。风骚嘅走位，哇，冇。不要，哇，走！我仲未睇晒啲技能啊，有啲技能可以移位，咁就唔使下下行啦。不过电脑操作系都几轻松，哇！长弓嚟嘅，我哋转翻做短弓，短弓走位就易啲咯。系咯，你见到技能有得弹后，长弓我未有。未加到啲技能，未加晒，应该系咁讲。会、哎、哇，冲咗埋去食添。嗱，咁头先有兄弟问系咪要不停挂机？其实你开 menu 再去支援咧，大家咧就可以见到啦。支援模式剩翻十个钟，即系咧，如果咧我哋挂网咧，即系我哋 off 咗咧，就会十个钟咧自己不停咁打噶啦。咁你就可以喺呢个位置咧整备设定啊、环境设定啊，去教翻你究竟想点样 set 咯，系好方便嘅。咁你每日五点钟咧又会更新多十个钟，即系你每日可以挂十个钟咯。即系你瞓嘅时候其实系都系升紧 level 咯。简单啲嚟讲就系几方便，唔使电脑长开，系啊，悭翻啲电费，好环保啊呢只 game。呢只 game 好环保，大家如果想升快啲嘅话咧，佢直头系有个睇故事模式同埋升级系升级模式嘅，咁你揀个升级模式就会快好多嘅。都同大家讲讲啦，女团呢度咧有个图腾兽系统嘅，一共有三只嘅图腾兽啦，每个图腾兽有唔同嘅技能帮助我哋嘅，总之呢个图腾兽就系一只家族。守护兽咁样啦，系会出嚟帮我哋打嘢啊，同埋出嚟咧帮手噶喎，喺好多时，所以图腾兽系非常之有用。系啦，咁我哋咧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先啦。咁仲有就系我哋下次咧系会有呢、這个，我哋下次直播系会抽下嘢，同埋有呢、這个会去玩呢个攻城战嘅，到时系会同大家一齐去打攻城战啊等等啦。系咁多先，拜拜。兄弟们睇到嚟呢度呢条片已经完㗎啦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呢，可以按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。仲有就係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，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㗎嘛。